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是2012年12月31日，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红沙雨涵向您共同问候新年快乐。今天是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通过短播形式播出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，在此我们特意为您准备了一套60分钟长的特别节目，同时也为您带来新年的祝福。财经Deutsche Welle新闻 Nachrichten 财经消息。出现的视频显示，国家徐有余、郝建等中国艺人士成功突破。